学妹们，恭喜你们要即将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。然后去年你们在打乙级联赛的时候，靠着自身实力打到了全国赛。然后我在这里恭喜你们，也谢谢你们帮我们这届学姐圆了一个梦想。然后，你们要高中了，要成熟一点。然后，希望你们在高中会有更好的发展。然后，在这里最后祝福你们毕业快乐。